哇，竹东正经迄充满了缤纷色彩的客家小镇，从家下的菜市场到了竹东和平公园，俩沿途就有安详的菜市场哦。在俩位去私房茶呢，正经迄一台香酥啊。好山好水好风光。哎，你有冇按摩声音哦？啊，跌到按严重，人家三副装啊按恶肿呢。谁哥，你做乜噶？哦，我咧苏帕装啊按垃圾，阿妹，你边个有洗苏帕地方冇？有，我同你来去。好啊，这就是麻烦咯、哦。好，我同你来哈。好。阿妹，你按揪都蛮多呢。蛮多嘞，你要是黑嘞，是黑，你要会，你要是绝对最有名的西山巷。哦，你要水很大哦，哈。嘿，是哪位嘞？哦。小哥，西山巷多嘞，第二位。哦，你要去安江的西山的地方哦。阿妹，安这些什么哈？等下就你要去哦。对呀。哇，你水又按多。对呀，水动强哦。对呀。阿妹，你以前是在那边洗过衫吗？有，有洗。哦，佮当时一下有一多少人在那边洗衫不？当多的时间二百年了哦，听到人来洗哦，因为你爱掺水，当好抬只个回来洗。嗯，一方面你的迄个老爹淋沙做的搞有感情。哎、欸，淋下也都交交朋友啊。嗯。讲武汉事情啊，讲的。诶，武汉的生意呢又怪么？走马跳路，几多的生意呢？嗯，啊，因为聊天呐、啊。哦，这西山巷有一多年的历史人哦。哦，这西山巷啊，多年咯。嗯。啊，做生意是有了。哦。三哥，你慢慢说啊，我、哦、有事情要先走哈。哦，阿妹，安子说哈。好好好。嗯。点头吧。哎呦，你旁边还有一位太姐姐，谁啥嘛？太姐姐，你好啊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今麦让我来点位谁啥嘛？哦，因为啊，我看生意那很多啊。哦。按了他们，所以又按强又按发，得了谁当好些啦？哦，你按谁一多年嘞喏？哦，当多年喽。啊。今天谁啥忙？过去老店还有嘛无重要的地方啊？才六十来年以前啊，你啊船头还网友真蹲你啊，种些好土的时节啦，两片的树哦，当到六季啊。平常时啊，又风吹落一些哦，非常的正。俺谈讲啊，俺头早起一些啦，俺早底又洗身啊，得了大部分吼来本人就了。哦，你懂浪漫的吼？哎呀、啊。哦。懂好个一只。地方啊，西山巷啊。哦，哟，太子刚才糖从俺家过一号糖呢，给么个过呢？也是呢，俺自家做诶西山巷之恋啊，是讲啊，百年都跳拜西山巷诶亲近啊吼，西阿姐到了人家大伯人西山巷来西山嘛吼，下把看到个跳糖啊，无就西阿哥啊吼，来气人啊，是不按跳看啊吼。非常的有这样的气味哦，假使我拄拄一看对眼的时节啦吼，会感觉到咧水面啊吼，安个春风啊，或者个做么一样哦，每踩咧安样的青景之下之间呐，没有动动然后就结到连连啊，所以啊，我是用两首吼，心情啊吼，两种的心情做一首歌哦，安到。西山巷之恋啦！哦，佮当时呢，也唔当作是阿哥的来，前面五朋友也不用做来点咩。系啊，都佮桥档啊，偷看西阿姊啊，看哪只哪只又中意的哈？哎，你佮去看人家那细节啦，假如是都如偷如问是像都偷的你吗？哦，真没神气哦。系啊。唔敢想，在了某些上边年代是嘛个样的？做起传统的服务，当日到了西山旁西山，已经是重要的工作之一了。当日太子分享，今日到以前一边西山一边打水鼓，
有时还有四下个在桥当头看见你的。后来太子也将了当年神奇的景象编曲写成一条十三行自恋的客家歌，最后将了珍贵的景象记录下来，真见很赞哦。好嘞，你也将了三部四腔的，我客家上路嘞，继续来探索竹筒的太师诗啦。